这不可能。停下！神殿对你很失望了，米娅。距离重新举行遗祭还有一点时间，你最好祈祷神殿可以把祭品抓回来，否则下一个人就是你。你的选择好奇怪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做的话，大家都会饿肚子的，风暴也还会继续，村子里还会死很多很多人。你不想保护其他人，不想保护自己的家，不想保护……其他人，不想保护自己的家，不想保护亚特兰蒂斯。这是我用来记录渔歌旋律的布片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海棠给我做的海螺体，现在的真的有吹奏这首歌的资格吗？我怎么可以把刀带上那个人？如果能代替那些祭品，去死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你明明已经……为什么你要回来？这样会被祭司和侍卫发现的。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了，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就别为了我冒险，我不值得。
这个是拉米亚姐，拉米亚，拉米亚姐姐的房间里应该有钥匙。以前拉米亚姐姐就经常被关进监狱，后来她告诉我们，那只是神殿对她惩罚的一种，只要到了期限，自己就可以出来。拉米亚姐姐，拉米亚姐姐给了我很多的帮助，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，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。所以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去救他吧。海棠他，为什么？明明，明明我差一点就杀死了他。这的海神竟然是我自己吗？要是我打败了海神，我们是不是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？梦会醒来，衣服也会褪去，一切都会回到现实原本应有的样子。我有点后悔了，在这里我可以一直和你在一起，不用考虑身份者的身份，也不需要顾及你是指挥官，我们可以一起赶海，一起烧烤，一起逛集市，一起编渔歌。这个世界没有帕米什，虽然有海神的暴风雨，但是这是我可以应付得来的事情。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个危害，我也清楚还有很多人在等着你回去，可至少现在你的眼里只有我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说了一些很没用的话。这件事，那个，你能对我说点什么吗？就像对灰鸦小队的其他人那样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努力战斗的。
你在这里千万要小心。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拉米亚姐姐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海棠。许愿的人是拉米亚，回应的人也是拉米亚，索取的人是拉米亚，牺牲的人也是拉米亚。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胜利的同时又失败。是别人，拉米亚学不会的。拉米亚学不会战胜自己的，拉米亚只想着逃避，因为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是有用。我在，那你呢？